其实我自己都还觉得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因为这个每个电影的形式都不一样，角色也不一样，风格也不一样，所以作为演员来说其实是很过瘾的，体验到不一样的这种乐趣，所以我是都很喜欢。现在来说我可能更加倾向于一些对人物描写是非常深刻的，然后人物的层次感非常丰富的一些剧本。 Are you